OK， 好的，六啊，六六大顺嘛，是吧 ？OK， follow me。Six， 这是短元音的一啊，要短促有力啊，短促有力。怎么样练习短促有力？脚肚子收一下，一，一 ，six， six， six， OK， six， six。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学英语啊，跟着推老师学英语，感觉不像是脑力活啊 ，OK， 像是更多的是体力活啊 ，OK。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六六六啊，六家族第一个啊，有十六啊，所以这个数字相关的单词，我们直接练习 ，follow me，sixteen。Sixteen, sixteen. 我们在前面啊，前面有一次课学到一个单词叫 fourteen, 十四，还记得吧 ？OK. Once again, sixteen, sixteen. 啊，听话啊，尾音是听。那么十六出来了，六十肯定就出来了。OK， 这个单词呢，我们一起来练习。OK, follow me. Sixty. 尾音是不听话，一脚把你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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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出去。OK. Six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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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ty. Right.好，我们继续啊，关于六家族肯定还有第六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吧，第六来了啊， TH， 同学们发现没有，第几很多都是啊，基本上有 TH 啊， OK， 来要咬舌啦， follow me， sixth， sixth， OK， sixth， 好，这是慢速的啊， OK， the sixth， 读快一点， the sixth，啊，读快一点啊，就划过去了。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串联，第一个串联啊，这是一个家族的词汇啊，六六大顺家族。OK， six， 那么有六个兄妹，我们来看一下，有六兄妹啊，葫芦六兄弟啊，不对，葫芦七兄弟少了一个啊，葫芦六兄弟。OK， 他们哎，坐下来，坐下来。OK， follow me， sit， sit， 肚子要收啊，短促有力， sit， sit。Sit down, sit down, right? 我在前面学过 stand, stand, 站起来是吧？啊 ，stand 作为这个堆沙子啊，这个比赛的惩罚，唯一的惩罚就是 stand， 不要忘了 ，OK？ 好，这个葫芦六兄弟啊，坐起来了是吧？他们坐起来干嘛呢？啊，等他的七弟啊，是吧？坐着等他的弟弟。OK， 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啊葫芦家族里面啊，摆放了一些东西啊，摆放一些吃的水果、葡萄啊、西瓜。OK， follow m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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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根手指， a set， set 啊。摆放了很多东西是吧，摆放了很多吃的 right， 那么葫芦六兄弟呢就等他的这个七弟来啊参观拜访他们啊葫芦家族啊，因为要正式要迎接第七个葫芦兄弟啊，第七个葫芦娃是吧， OK， 这个时候呢就引出这个单词， OK， follow me， visit， 记住我先慢速的朗读啊，看透你的嘴唇，上齿咬着下唇， visit， visit，Right， 快速正常 ，visit 啊，记住这 ，visit， 练习的时候要夸张一点 ，OK， 啊，正常读的时候你就标准了 ，OK， 如果你练习的时候你不夸张啊，你正常读的时候就是不标准或者是接近标准 ，Right，visit 啊，所以呢，这个七娃要去 visit 这个六个娃是吧？六个兄弟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姐妹是吧，我们都知道葫芦兄弟里面有一个蝴蝶是吧，有一只蝴蝶啊，蝴蝶妹妹 OK， 好，我们来读一下 follow me， 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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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ter 啊，蝴蝶妹妹啊，后来蝴蝶妹妹不幸被那个妖精给害了是吧， OK， 被妖精给害了啊，所以呢非常可恶啊，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葫芦兄弟肯定是要报复，葫芦兄弟最后要报仇啊啊，要把这个蛇精啊，蛇精打死他 ，OK， 打击撞击 ，follow me， hit， 竟然要拿出这种状态，要想象一下你的蝴蝶妹妹被那个蛇精给伤害了，要打死他 ，OK，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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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要收啊 ，hit， hit， right， 撞击 ，hit， 啊，最后报了仇是吧？啊，蝴蝶妹妹啊。为了他报了仇，所以那个葫芦娃最后我们看一下啊，葫芦娃对这个蛇精啊做了一个动作啊，一种不屑啊，一种不屑啊，葫芦娃对蛇精啊吐痰，当然这个动作是不文明的啊，不文明的 ，OK， 大家不要学啊 ，OK， follow me， s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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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啊，不要读成 spit 啊
S 加字母 P 自动的读成 B 啊，不是 B 啊 ，B 这个音 ，OK， 当然对应的是这个字母 B 啊 ，OK， 好 ，Follow me，speed，speed，speed， 怎么来的啊？我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就是由慢到快，比如说你 ，OK， 你要这样读 ，OK，it's、okay, perfectly OK， 如果你这样读啊，就是 speed，speed， 你读快一点，不要停 ，sp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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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动的就变成了 B 这个音 ，OK，sp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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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痰是吧 ？Speed, speed, right? 好的，我们再完整的来练习一下这张导图啊，关于这个葫芦六兄弟啊，葫芦七兄弟 ，right? Follow me. Six, six, sixteen, sixteen, sixty, sixty, sixth, sixth, sixth. 慢一点啊。Sixth, seat, seat. 摆放 set, set. Visit, visit.蝴蝶妹妹 ，sister sister， 啊，打击 ，heat heat，speed speed， 啊，最后啊，吐痰啊，是吧？啊，这边里面有东西要吐一下 ，OK， 要实在是没办法要吐痰了，但是要啊用纸包一下就可以了 ，OK， 这是文明的一个举动。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种啊，比如说这个人啊，他这个举动，这种举动啊，我就要吐痰，又怎么了？这种人就会。被曝光啊，不文明的行为就会被曝光，会被啊大家公认的啊秒就会被大家嫌弃啊这种人。OK， 好，我们看一下短元音的一共同拥有的是吧？短元音一，记住短促有力啊，肚子可以收一下，为了刻意夸张的练习啊，可以。所以佟老师建议你们可以这样练习 ：six sit， right？ 好，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的练习啊，也是一个复习的过程。OK，six，OK，six， 好，两个妹妹 ，sister， 我就要吐痰 ，spit，spit， 好，坐好 ，sit down，sit 啊 ，s-i-t， 这个时候啊，同志们看一下这张图啊，这张图你们会想到哪个？哎，参观拜访。或者是怎么样啊，你也可以想到 sister 都可以的，绝对不是唯一的啊。参观拜访是哪个 ？visit visit visit， right？ 好的，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儿还有一个啊，这是什么啊？这也是参观拜访的意思，这是真正的参观拜访啊，他在参观什么博物馆或者怎么样 ？OK， visit 再来巩固 visit， right？ 好，这两个车。什么相撞撞击啊打击 ，heat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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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